我的快递车，还有我的宝葫芦，这些玩具都是我奶奶给我买的。想玩吗？我想，我想玩这个奶嘴娃娃。还想玩我的奶嘴娃娃？给你玩个屁！不准看！我就看了一下，你就推我。我的玩具凭什么给你看？再看，我就把你的眼睛给抠坏。不让你看，你就闭上眼睛。奶奶，我再也不敢看了。这些玩具都是我大孙子的，你要不愿意看，就给我滚出去。为什么奶奶给猪八戒买那么多玩具，一个都不给我买？哎呦，珊珊，你怎么蹲着哭呢？小姨，猪八戒不让我玩他的玩具，奶奶还把我赶出来了。哎，这个猪八戒真不是乖孩子，太气人了。小姨，我一个玩具都没有，我也想要玩具。谁说你没有玩具？你妈妈从国外给你寄了好多玩具回来，走，小姨带你回家看。珊珊妈妈从国外寄来的高档玩具。哇，贾珊珊，能不能把你的小花样话筒借我玩10年，玩坏了我再给你。就是，小孩子不能这么小气，就给我大孙子玩吧。啊，玩10年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奶奶，这都马上开学了，我让你给我买的图书呢。奶奶早都给你买了，在京东上买的。8月22日至9月18日，京东图书开学季活动来了，在京东站内搜索图书开学季，直达活动页面，每满100减50。啊，谢谢奶奶，那太好了。哎呀，轻点。哦。哎呀，你别动我，让你轻点，没听见？啊，知道了。大孙子，快吃进口葡萄。来了。来。啊。再来一个，快点啊，奶奶！奶奶，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我也想吃。这葡萄是你能吃的吗？你就吃这个。奶奶，咬都咬不动，狗都不吃。狗是吃屎的，你能吃上馒头都不错了。去外面吃去。在京东上买的喜临门天然乳胶床垫，选家居家装，享省心服务，逛京东新百货或京东秋季家装节，先行理赔服务，有保障，放心买。奶奶，太好了，我以后睡到这个床上不走了。啊！奶奶，我要玩这个钢丝球。好。奶奶，我也想玩。你玩什么？先让我宝贝孙子玩。你着什么急呀？等会儿玩。啊，好吧，冲吧，冲啊冲！奶奶，太好玩了。小心点。可以玩了。哎哎哎，你这孩子着什么急呀？先让你哥哥玩。又是他先玩，哎，你的结果给我。哎呦我的妈！啊奶奶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我还一个都没玩呢，我不回去。哎呀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玩什么玩？你哥哥玩了就等于你玩了。呀，飞机！奶奶，我不要回家了，我要坐飞机，我要坐飞机。哎呦，行，奶奶这就带你去坐直升机。珊珊好可怜呀，一个都没有玩上，谁能帮帮我？我也想玩。
我说姐，你一天也太会过日子了，这洗衣机都用了多少年了也舍不得换，这不是一直想换个好的，又觉得太贵舍不得吗？哎呀不贵，现在京东有活动，京东冰箱洗衣机节，在京东苏皆大欢喜或超薄冰箱以旧换新，至高立减1500元，白条至高24期免息。这么好，那我现在就让珊珊她爸把我家这洗衣机给换了去。要弄干净，一会儿上学要穿的。这么干净，让我先穿。不行，你自己也有。我都没有你的干净，又让穿一下呗。不行，谁让你不自己刷的？太抠门了，今天不让我穿，我也让你穿不了。点击评论区，港买会看看。有，住手！猪八戒，你干什么？